家安全犯罪，依法审结周世峰等颠覆国家政权案，加大对暴力恐怖邪教犯罪等惩治力度，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，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，发挥司法惩恶扬善功能，促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荣誉法治建设，依法审理侵犯狼牙山五壮士名誉权案、邱少仁亲手提起的人格权纠纷案、发布保护英雄人物名誉权典型案例，坚决维护英雄形象。只要我们牢牢坚持党的领导，牢牢坚持人民代表大会制度，牢牢坚持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，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，我们的道路就一定会越走越宽广。坚决维护国家安全，深入开展反分裂、反渗透、反颠覆、反邪教斗争，与有关部门共同对办理邪教、泄密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提出指导意见。天津检察机关依法起诉周世峰、胡世根等颠覆国家政权案。